欢迎光临无光晚餐，今天我们将带来一场很不一样的无光体验。我要给你闻一个很棒的地方，好期待，不要让我失望啊。我觉得是个蛮老成的味道。Thanks。本节目由好洗洗衣球冠名赞助，好洗一直洗，抗菌防螨一颗搞定。嗨，我是孟琪，今年24岁。那我的职业是演员，因为想说这是一个可以认识新的人的机会。大家好，我是芝芝宝贝 ，Your Baby。我今年已经27岁了。那我平时是在做婚礼主持人，散播爱，但是百分百呀、啊，拜托，我可是芝芝宝贝呢。你好，我叫灭灭，然后今年19岁，然后我是一个大学生，可能讲话很呛。漆黑五光看不见的环境下，你会用什么方式去吸引到异性的注意呢？当然是用我身上的香味啦，尤其在那个黑麻麻的环境中，所有感官都会被放大。那如果我想上厕所的时候经过他的身边，说不定他就会啊，他干嘛抓住我的手？难道是我的香味太香了吗？啊，还拿我的手蹭他的脸啊，再来他就紧紧地环抱住我，舍不得让我走了，对吧？我好香哦，你看这样是不是很浪漫？所以我今天特别使用了好洗洗衣球。听说男生特别无法抗拒这款经典茶花的香味，小小一颗还包含柔软巾的功能，当他不小心碰到我，就会感觉衣服软软的，很舒服。而且大家都喜欢香香的女生吧，希望我可以像真爱每一天的女主角一样，在无光晚餐中遇到我的真命天子。嗨，我是芝芝宝贝。我是孟琪。孟琪好，芝芝宝贝好，我叫灭灭。那你们会紧张吗？等一下摸黑吃东西。我觉得吃东西应该还好，比较就是紧张跟男生的互动吧。为什么？可能他不小心偷摸到我之类，我就会啊很紧张，然后可能太开心或者是太紧张，就整个跳起来，然后桌子打翻这样。欢迎光临无光晚餐，今天我们将带来一场很不一样的无光体验。现在我们要入场喽，请各位女生在我面前排成一字排，请把你的双手搭在前面的人肩膀上。那我们现在要进场喽。即将踏上一段新的旅程，请打开你的心，用心感受每一个当下，马上迎来第一段旅程，第一位旅伴。请两位自我介绍。你好。嗨。Hello， 我叫 Jasper。我是林正璇，今年26岁，那我目前在科技业上班，比较平易近人，然后可以让别人比较自在的聊天。嗨，我叫芝芝宝贝，我大你1岁，我27。姐姐好。叫屁姐姐。你说你叫芝芝宝贝吗？对啊，要成为你的宝贝。我叫林玉章，你可以叫我 Amos。我是林玉章，今年27岁，我的职业是演员。我觉得一些可能贴心的小互动，或者是幽默感啊，一些聊天的方式，去深入了解对方这样子。我是孟琪，今年24岁，兴趣是摄影。你说你叫 Amos？ Amos 就是圣经里面的一个先知。先知，你好。现在你们是彼此的第一组。大家好，我叫做。好枪 ，Good Gun， 对 ，G O O D G U N， 两个 G 都要大写。然后今年42岁，然后我是职业摄影师。因为单身一阵子了，我觉得给自己多一点机会去认识一些不同的人。相信旅途中的一切意外都是最好的安排。我们前方呢，桌面的正中间呢，会有两个异国食物，
然后现在请女生用你的惯用手往前摸，往前摸，往前摸，对，没错，往前摸，你会摸到一个盘子，里面有个糖匙类的东西。如果有摸到的话，女生拿其中一个。有了有了，好，拿其中一个，先拿着，先不要吃哦。你很饿吗？很饿。好，现在换男生伸出手往前摸，然后拿起一个像汤匙的东西。啊，那是汤匙。对，好，先不要吃哦，先拿着就好了。哦，汤匙的是哦，有有。好，对，先不要吃哦。嗯，感觉像咖喱。我们接下来的环节就是要互相喂食对方。哇，现在伸出你们的另外一只没有拿汤匙的手，往前伸，你会碰到对方的手。继续摸，有吗？有。好，对方有摸到了。嗯，对啊，我手很低，易寒体质。不是，我看到你太紧张了。那两位可以先讨论一下，就是决定一下谁要先喂对方，谁要被喂。我饿，你先吃好了。所以我要这样子喂吗？好哟，小心小心。那是什么东西啊？丸子。对，女生可以用另外一只手协助一下。对对对对，咬吃到了。嗯。还有哪里？是直接摸到菜。那应该是你拿汤匙的那只手。哦，汤匙上就有菜是不是？对，应该不会直接捏菜吧？哦，我汤匙在这里。有东西吗？哦，我把它捏起来可以吗？可以。好好。好了好了，有人，我感受到他，我的手一直，你知道吗？嗯，好，接下来换女生喂食男生。嗯，我觉得其实互相喂食的这个互动还蛮暧昧的，抓着手或者是捧着别人的下巴，因为要对准嘛，你就觉得很贴心，就是还帮你瞄准说哪里可以喂到你这样。因为我觉得很像贡丸，还是我也觉得现在有点问题，在摸黑吃食物的时候就会觉得就是穿在食物的味道。我的吃起来比较像饼干，这样呢？嗯哟，像肉圆，居然。啊，结果我是饼干，好爽、喔。没关系，女生吃好一点，我觉得很不会冷吗？有一点。我有围巾可以借你，你要吗？你可以伸手，手往前伸。啊，我吗？对，我有戴围巾。哦，摸到了，他有一点太主动了，我有点吓到。问我怕不怕冷，然后又把他的围巾给我，我觉得这边有一点太多。谢谢啦。不客气。嗯，所以我的汤匙上面有东西了，好酷。先找他的脸。你一只手给我好了。那你这里。嗯。好。你有先喝酒才来？没有。啊，就这。有吗？好像没东西。对啊，我上面没有东西，我没有偷吃掉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两位现在可以形容一下吃到的东西的感觉。吃到看似有，又好像没有。你平常睡觉是关全灯的吗？嗯，我要关全灯。怎样想跟我睡觉是不是？跟我睡一次就知道啊。那么你呢？我也是关全灯。哦，那我们很适合睡在一起。根据刚刚两位互相喂食的过程中，有了对彼此的第一次接触，凭着刚刚触摸的印象以及聊天中声音给予你的感受，两人互相描述一下对方在你心目中的长相。感觉是那种超爱运动的男生，然后身高应该蛮高的。为什么？一个感觉。是从我讲话的高低吗？感觉哎，好像在从上面，声音从上面来的。我猜啊，我觉得是黑头发之类的，就很日本女生那种感觉。因为你很说你很喜欢日本的电影啊题材之类的。嗯，好可惜啊，看不到脸，很想看，很好奇，感觉很
成熟的人。啊，真假的？就是你的声音是年轻的，但是是那个讲话的感觉，就是感觉经历很多事情。我这样讲对吗？所以我要烟嘛，烟。我有故事，你有酒吗？他讲话感觉有点太成熟，就是很比较像是跟长辈交流的感觉，比较不像是跟异性交朋友的感觉。你感觉应该蛮活泼，蛮阳光的。手很冰，感觉是畏寒的人。你怎么不是说是我穿很少，所以很冷之类的呢？不太确定你到底穿什么，你有穿衣服吗？我也不确定。刚刚好像有摸到下颚线条，不像双下巴，是有棱有角的。我听到我就很不好意思，想要这个无关晚餐很赞呢。因为如果就是他直接看到我本人，一定不会跟我说这样的话。这段旅程，你们将暂时前往不同目标，希望这次的短暂相遇能在你们心中留下深刻的回忆。你可以叫我妹子妹子，我自己本身是学美术的，兼职是模特。可以叫我玉章，也可以叫我 Amos。我兴趣是打排球，还有看电影。我叫 Jasper， 你好。你好，这是孟琪，我是金牛座。我也是金牛座。你也是金牛座。你平常在研究星座？有啊，我会就是研究到去算塔罗牌。我自己看书，然后自己学这样，自己成为魔法师一样，类似。我叫郝腔，你可以叫我 Good Gun。哦，42岁。哦，我叫芝芝宝贝。你为什么叫郝腔啊？我本名叫古德刚 ，Good Gun。山谷的谷。八八口。通常来讲，你现在看到我的话，那个八我都用笔的八八，然后我的手会比爱心变口。很会耶，那你现在看不到。恋爱自修室，当你我都各自向前一步，我们就会拉近双倍的距离。接下来我们有个感情升温小游戏。第一步呢，就是挑选味道，请两位将手往前摸，都有摸到碟子吗？对，手不要伸进去哦，小心。有男生摸到了，女生加油，往中间，再往你的左边一点点。我摸到一个，我摸两个。那这两个碟子里面，它是两种不同的配料。那现在请男生替女生挑选一个配料，然后你可以将这两个碟子拿起来闻闻看。有点臭臭豆腐吗？不是，接下来请你挑选出你要给女孩的那个配料，然后伸出你的手，放在她面前。这个。这个好像没什么味道。这是香的。你要闻看臭的。好臭哦！我闻太大力了。好，接下来两位请把左手边的配料倒到你的盘子里面。倒完之后呢，请开始搅拌起您的主食。手感不太妙。我不会把它撒桌上一点，都是在桌上，然后都没有撒进去。接下来下一个步骤是爱的交换，爱就是你吃我的，我吃你的。天哪，我要吃很臭的料理了，讲话都会很臭，好像味道盖掉了。孟琪的叉子上还有一条面。好，交换完毕就可以互相享用餐点。为什么闻不到椰子的味道？我也不知道我有没有倒进去。我很吃到肉酱的味道。我觉得我的是白酱。是好吃的吗？还不错。你要吃看吗？好啊，那就慢慢来嘛。哎呦，我摸到你的白酱。我也蛮好奇的，所以你吃到我刚刚那个配料是什么？我吃不出来，我觉得好吃，因为我现在就觉得所以觉得应该怎么说好吃。你说你平常兴趣是什么？我也很喜欢看电影，可是我看的都是超级悬疑、血腥，或者是所以你不怕看鬼片？很怕，但很爱看。因为超爱血腥的，还有恐怖的，或者是那种人心的黑暗面那一种。真的假的？我非常喜欢。我也是。他跟我一样都很喜欢血腥的啊、恐怖的、黑暗面的电影之类的，有共同的话题可以去聊这样子，所以就还蛮喜欢的。你喜欢吃意大利面吗？很喜欢，但我比较喜欢青酱。
我也喜欢青酱哎。这样哦，手在哪里？来拍一下。青酱好朋友。青酱好香哦。你说什么很香？青酱很香。而且我以为你说我很香嘞。你我闻到你香味吗？距离太远了。嗯，雷点，雷。雷点。嗯，这倒没想过哎。我没有办法接受，就是我工作之前被对方雷，被对方还，我真的很雷，一次都不行。我好几个是因为这样。那你就是要找成熟的咯？不见得要成熟，但是他能够在我需要的时候给予协助。我平常可以扛下很多责任，但是该他扛的时候，他必须要能够咬着牙去。好恐怖哦，就听起来好恐怖哦。也没有什么恐怖，恐怖就是不要关我而已。聊的话题很沉重，就是在聊什么？对方在感情中比较 care 的点，搞得就是，我觉得我在整个当下都快喘不过气来了。最先是单身吧。嗯。我问你的废话。是吗？对啊，为什么要问这种废话？那你单身多久？三个月吧。三个月。嗯。那你现在会难过吗？我不是分手之后会难过很久的那种。各位，我们吃最后一口面。嗯。其实我吃了蛮多口了。嗯，请男生牵起女孩的手，两人感受一下彼此的温度。如果可以，请对方在无光环境下做一件事情，你希望他为你做什么事？或者也可以请对方回答你一个问题。摸摸看他的脸。可以啊。好。你要在抚摸小动物。摸起来感觉你是一个会很自律的人，是吗？我平常有时候有点紧张的人。你不会想要摸摸看孟琪的脸吗？好，但是我怕你。可以啊。你有化妆吗？我怕把你妆都摸坏。不会不会。哦，你感觉脸很小哎。那我好奇，你觉得我长得怎样？脸很小，因为我刚刚感觉一只手掌就把你的脸盖住了。应该是摸到那个孟琪的脸。有什么要求？摸吧。我想到一个，我能摸你的脸吗？你摸我的脸。嗯，那是可以的吗？好。可以稍微碰一下。哎，这是哪里？鼻子。嗯哼。哦，女生的脸都好嫩哦，我的天，皮肤都超好的。有什么要求换你说，可以摸看看男生身材好不好啊？摸得到吗？有吗？你有在健身？也许你摸看看就知道了。怎么会这么想被摸完？没事，被摸习惯了。你这个自信的地方，自信的地方，看来是这儿。哦，你可以到处摸，我没关系，反正手臂而已。还多压几下，很运动的感觉。对，虽然我没有在练那里，可是是有在运动。那你最擅长什么？我最擅长啊，我又不会讲笑话，我只是很好笑，但我不会讲笑话。OK。那你很会按摩吗？按摩要这么快吗？要这么快吗？如果这么快，我 OK 啊。那按肩膀。我很黏脖子。哇，我也是欧巴呢，这么会。我都这个年纪了，如果没有这种基本的能力的话，会不会有点？我感觉你很适合当按摩师傅，很有手劲。嗯，我以前是运动员，可能有练过。真的、哦？是什么运动员？我打篮球的。打篮球，我也会打篮球哎。好了，我觉得应该可以。我觉得我现在感觉有点狼狈。那换男生提出一件事情。我也可以按摩，我也很会按摩。好啊，你按我的手。我手很小，真的吗？对啊，你不觉得吗？不觉得手很小吗？我177耶。没有概念。那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女生？矮的。矮的。我交过女朋友，大部分都在163以下。好精确数字哦，163。因为我妈163。哦，所以是拿妈妈来比喻就对了。嗯，我虽然不是妈宝，但我还蛮不希望就是女朋友比她高。所以我就一任比他高了。看来是情场老手。这段旅程，你们将暂时前往不同目标，希望这次的短暂相遇能在你们心中留下深刻的回忆。
我叫 Jasper。Jasper 你好，我叫面面。你是很喜欢日本？嗯，超级喜欢，大好き。我叫好强 ，Good Gang。我是梦琪。梦琪。然后我24岁。你反过来就是我年纪。哦，你42岁。对。那你怎么会来这里？对呀、啊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被叫来了。嗨，你好，我叫滋滋宝贝。是哪个滋？滋润的滋，要滋润你的心。听起来真贴心，很贴心。好，我叫玉章，林玉章，可以叫我 Amos。两位新疆手一样向前摸，摸摸看有没有两个小杯子。一个，我摸到一个耶。我也摸到一个。让我们干杯，迎接旅途的新朋友。一二三，干杯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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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没干。干杯！干杯！喝吧。好。怎么很没默契？完全没对上，在干嘛？等一下，柠檬红茶加紫苏梅。干杯 ！Happy New Year！ 在哪里？那是杯在哪里？哎、欸，找到了！哎、欸，干杯！好大啦！是不像巴乐汁？对，绝对不是巴乐汁。巴乐汁的味道我喝得出来。我刚刚就觉得你听你的声音，我是觉得很高大了，其实有点运动员的感觉，就很喜欢运动。你喜欢运动吗？高大形容女生，这样对吗？我的意思就是高挑啦，高挑，说错了，不好意思，高挑。因为他刚刚说他身高是180几，所以他应该感觉就高高壮壮，然后感觉有一个很粗的眉毛，然后有很大颗的喉结。反正总而言之是这样。称赞下来是很好听的意思，声音很好听。谢谢你的夸奖，谢谢。提供一个部位给对方闻，不管是你的口气、发香、体香、衣服、脚底等等，只要你敢给对方闻的部位都可以。嗅闻之后，分别猜猜对方提供的气味部位，以及描述对方的气味。对，然后往前。换女生，这边往一点，快到了，快到了。好，好，假动作哦。我来参观小动物，好像可爱动物园哦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它的耳朵，这个是耳朵吧？答案，公布答案吧。是我的后颈。哦，是后颈。我先闻一下自己。你要给我什么部位？你可以闻这里。在哪里？嗯，这是什么地方？这边吗？对。我觉得我有答案了，你要不要先猜？我真的猜不到你拿什么给我。我拿肩膀。哦，真的、哦？我觉得它是一个三角地带，我觉得说不定能够理解一个人从这边蛮合适的。我觉得是个蛮老成的味道。怎么讲？经历了很多。所以干嘛要先讲年纪？我这不是反正最后讲这个戏才会有高潮吗？哎呦，但是没有加香水，然后也没有其他味道，就是比较淳朴的味道。哎、欸，我知道了，手给我一下。哇，你手好冰啊！你刚刚不，你在往前可以吗？要闻、这边，这边，这边，这里，对，闻得到吗？你在闻什么？使劲的吸的，小水味，应该身上比较安全的地方。我要给你闻一个很棒的地方，好期待啊，好期待，不要让我失望啊！哎呀，很恐怖，我要指引他就对了，你要指引，好，你闻，安全点，你在闻吗？不要闻，对。是恋爱的味道，穿了一整天的脚，你好敢哦！很臭吗？我闻闻看。没有啦，是没有味道。反正就在无光的环境下，所以我就尽情做我想做的事情。反正就是一种尝试跟挑战啊。如果他真的是闻了我的脚，然后就爱上我，那代表我们是真爱呢。他玩得很嗨，很放得开，很玩得开啦。所以他把脚那放上来那一刻，其实有点又惊又喜。有被吓到，可是也觉得很好玩。不然再给你多闻一个味道。我觉得对，我就让我们其他部位，因为那个真的没什么味道。恭喜你是没味道的。好，那你再给你闻一个好了。嗯。不要说我对你不好。
嘿，这样子。嗯、好闻。闻哪里啊？是我闻你，还是你闻我？你闻我。反正啊，你可以闻。嗯，也是香水味吧。你怎么这么开心？没有。那你觉得我刚刚给你闻的哪里？你觉得是胸口附近的位置。哎呦，很会咯，这就是福利。啊，是，很可惜看不到。不过我蛮喜欢这种女生，因为就是就可以很疯，一起疯发疯这样子。我发疯吗？你又没有。刚刚应该把我脚抓起来认真闻，或者跟我脚十指紧扣。还没到那么疯。好啦好啦。现在我们提供各位一张信纸及一支笔，请在这封信写下想要继续往下认识的对象，以及想要给他的一句话。这封信我们将会替你交到他的手中。谢谢曾经发生过的所有，谢谢你与我一起经历黑暗。无光晚餐就此结束。我觉得他算是三个里面跟我就算还聊得来，然后有共同兴趣，频率算对得上吧。因为他好像是三个里面是一个比较成熟稳重的人。那我讲每一句话他都在笑，而且他是弟弟，我觉得应该会蛮可爱的。他最柔和，我觉得我更能够去亲近他本人。他可能有一些没有这么多的社会经验，对自己没有这么理解，他比较真实。就是在三个男生里面，他是讲话感觉比较很认真，在跟我想要聊天的那种感觉，认真的想要知道很多事情这样。他跟我一样都很喜欢血腥的、啊、恐怖的、黑暗面的电影之类的，有共同的话题可以去聊这样子，所以就还蛮喜欢的。啊，恭喜你配对成功。是吗？谢谢。好，我们马上带你去跟他见面。好。对，那刚刚有请你写下一句话给对方，要请你当面对他说。男生可以转身了。Hello， 嗨，我以为你是长头发，完全错误，还蛮符合你那个调皮的感觉，因为我觉得我还蛮喜欢你调皮的性格，我本身又喜欢看电影，所以我希望有人可以陪我去看电影。わかりました。嗯，你问我很多问题，可是我回答完之后就喊卡了，然后我都没有听到你讲什么，然后我就觉得应该要听一下这样。嗯，然后还有你讲话感觉是一个很认真的人。很认真。不客气，不客气。我要请你们两个分别念出写给对方的一句话，让男生先。好。面面，如果有机会，我想跟你一起去看恐怖片。哦。第二个男生。我有画一个那个两个反过来的那个表情符号，哦，感觉是个很认真的人，赞，啊，赞，井井有力，谢谢。那你们两位刚刚是在无光的环境下选择了对方，现在终于看到了彼此的长相了，那想问一下，你们是否还想跟对方有进一步的认识？那我给两位十分钟时间的思考一下。如果有意愿的话，请你们十分钟后回到这边跟对方见面。恭喜两位配对成功，请两位给对方一个拥抱。虽然你的外形不是我的理想型，可是个性是我的菜。嗯，谢谢。那你的个性也是，我觉得是我的菜，因为我很喜欢调皮的女生，两个人在一起才有的玩，有的伴，而且有人可以陪我去看电影，我很开心。你愿意跟我一起去看电影吗？嗯，约好了。好。Yeah.
调皮啊。就像无光晚餐的话，就可以比较让我们去专心的倾听对方在讲什么，在聊什么这样子。对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会直接的认识到我的个性，而不是我的外表。提供一个身为男性，但是却可以从一些直接进入比较深层的方式。第一个是强迫认识，第二个是看不到脸，那我们就先当作对方脸都过关了，我们直接去聊聊比较心里面的东西。男生毕竟就是觉得动物嘛，可以更深入了解另外一个，让人可以专注在一个人的谈吐上，更去观察他的个性啊，或者是一些细微的动作这样子。蛮常注意力都会放在手机上，连吃饭的时候通知还是干嘛的，都会忍不住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重要讯息。聊天的时候没有办法很认真的针对对方的问题去给回应之类的，然后一直分心，可是就什么都没有，没有食物的样子，没有手机，然后没有周围一切，所以就会很认真在跟对方对话。